转载自百家号作者，幽梦是李柔情勇士最大的赢家是两位老板乔拉科普和皮特古博。他们在2010年只用 4.5 亿美元买下勇士，如今球队市值已经飙升到31亿美元。一旦今年球队下个赛季再次夺冠，勇士的市值必将继续飙升。仅仅八年的时间，球队的市值已经暴涨近七倍。很多球迷都认为，这一切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库里的贡献。正是因为库里，球队才获得了4年三冠的伟业。没有冠军的加成，勇士队想要获得这样的价值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虽然一开始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，但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他们建设了出色的球队文化，打造了华丽的进攻体系，可谓叫好又叫座。在这过程中，库里、格林和汤普森全部成长为身价千万乃至上亿的巨星，不管在联盟范围还是在商业范围都得到了普遍认可。而这个夏天，勇士还多了一个考辛斯，这就让勇士成为了全联盟账面实力最可怕的队伍。其实对于库里与勇士的签约，在去年的夏天可谓是引爆全媒体啊，因为他的签约达到了 NBA 历史之最，五年价值 2.01 亿美元的合同。库里这份合同没有任何选项，是完全保障合同。要知道，如果没有 NBA 联盟的条款，对于库里来说，一年约4400万的合同简直就是白谈价。然而从勇士签下库里的那一刻，并没有让勇士失望。库里不仅给勇士队创造了庞大的市场价值，更是给美国某知名运动品牌创造了更加空前的价值。库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，打脸了那些曾经说他玻璃人的那些人。付出总会有回报，库里当初的年薪在联盟也只不过排在中游，而如今他的年收入仅次于詹姆斯，成为了 NBA 最赚钱的球员之一。然而库里最厉害的还是他在场上无比强大的牵制力，他在场上永远都在不知疲倦的奔跑，好自己跑出空位，或者帮助队友寻求空位，为队友寻求机会，自己的三分神射，用自己刻苦的训练重新证明了自己。别看他是一个娃娃脸，你永远不能小瞧他眼里的那份坚韧。勇士球队市值持续的增长，这都离不开他们每一个球员的付出。但是勇士对于库里来说，或应该更加的照顾，因为这几年勇士队的成长都与这位盲神息息相关。对于勇士的球迷，只希望能够在十年后我们再去回首勇士队此巨头的身影，有些泛黄的画面让人眼前湿润。而斯蒂芬库里名字会依旧回荡在旧金山的新主场，因为那就是勇士队赖以生存的灵魂。